美丽的强大。北科温州赞叹的美国电动车品牌特斯拉即将正式登台，首个据点将落脚在星光三月悉尼新天地 S1。据了解，最快八月底正式营运。业者周五设快闪店展示旗下 Model S 车款，它主要是双屏幕的设计，所以在传统汽车上看到的仪表的部分以及按钮的部分，全部都精简成为所谓的触控屏、触控屏幕。整台车只有两个实体的按键，那其他所有的部分都结合在我们17寸的 touchscreen 上面。至于自动驾驶功能，还要加价135000元。不过，美国日前发生第一起自驾车车祸意外，司机开的就是特斯拉旗下的跑车。台湾特斯拉表示对此事无法回应。生活中心台北报道。